今天我要讲的应该不会跟上面念的一样，大家不想看上面讲的，因为就是说，现在两岸方面也是渐渐在开放，然后网络也是沟通上，网络也是在中，也在公司与那个什么，用者在沟通上最直接的一种方法，所以说我认为说这个报告对大家来讲应该会比较有兴趣，因为网络到最后会变成一种主流，介绍各种的商品给大家认识。那这个报告的主要设计内容是说，让那个浏览网页的使用者能够更贴近到他的要求，因为每一种设计风格的字型大小是跟那个什么，可能有的人是找花眼，有的是近视，可能看不清楚，那这个就可以解决到这个功用。只有。就跟刚刚讲一模一样的流程，构想理念是参考很多已经有呈现出来的语法，然后结合说我想要的部分，然后去参考，就是把两种设计出来的物品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做出自己的作品出来。那主要会介绍到这个 cookie 的这个语法，那这个 cookie 语法就是像是一种记录档案，也就是说很多人在网站上常常会说什么是否进入此账号这一类的，这都是这种语法的功用性。那它是属于是主要是记录在使用者这方面，不是属于记录在服务器端。那这个可能对有点复杂，所以就这样讲说就好了。那这个基本上面的这些语法就是能够确认到这些记录的功用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什么定义上的。是用这语法去定义的，也就是说，各位在使用一些论坛上会记录一些重要资料的时候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记的。那这个是属于对于使用者方面的记录，不是属于数据端。所以说到别人的电脑里面，不可能会记录自己的账号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记录在自己电脑的主机里面，那这就是它的定义。那都是英文，所以我也不会讲啊，因为我英文不好。那这个部分上面是有。当然，我们要记录东西，没有存入的语法，然后就是存入的语法的最简式的样子，约分成这个样子。那这上面这个 yes 呢，就是存入，那后面就是时效性，这60×60是以秒为单位，也就是说这个档案可以存入1年，1年内使用这个档案都是有效的。那删除呢，就是将这个时效性改成负的，负的在电脑里面呢会直接被删掉，那他们的时效性等于直接取代的方法，所以说。假如说我们随便设置一个cookie 在记录在主机里面，只要用个负的时效，它就直接删除。那这个就是当然就读取，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说我们记录后要把它读取出来，它才有判别是在这里，大概这个样子。哦，就是有判别到这个有定义的话是一种语法，没有这个定义的话是一种语法。那电脑最简单就是是跟否而已来构成的。那第一代的语法呢是。参考这个雅虎的那个什么新闻旁边有个这个字体设定，那当然这一行内容是蛮复杂的，这边每一个档案都是一个很小小的东西啊，一些档案把语法组合而成的。然后因为我们语法过多，所以尽量把它档案放到 Word 档里面，因为太多了。那这里有这些范例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在哪边。按这个大、中、小，它就会变大。那主要介绍是说，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功能是，当我在重新整理的时候，它有记录性。这就是这个语法最重要的，我们每次在看新闻的时候，上一篇所调整的大小，在下一篇记录时候，它会一样按照上一次所调整的去跑。这就是 cookie 在这个地方的运用上。那当然是用到这里的话，可以跟以后其他下面介绍第二代语法可以做个结合，那就变成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做出来的作品是第三代。好，大家好。然后第二代语法，这个是以论坛上最常出现的形式所出来，那这个语法当然是很复杂，因为它还加了简体跟繁体。那主要是因为会有这个构想，知道这个语法是想说，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开一间公司，我们要做一间网站，那我可能会有台商会去大陆设厂，或者在或许有大陆会来台湾设厂。那以后我们只要用这语法之后，
就可以很简单的多一个网页就可以给双方的双两个人都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天哪！那语法一样很多，因为这边还没完全，这边还后面还有，那这个是范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让它一样是大东西啊，跟这个可以换成简体跟繁体的。那这个我也去，就是我刚刚讲的 cookie 的功能在这里就没有呈现上，因为它是从一点钟它还原成最初的。按这个从一点钟它还原，表示说它这个东西只有在当下记录，却没有记录这个功能。就是说我按的大，可是我像我按是重新的话，它都跑回来，跟刚刚那是不一样的。那所以说，古人做法就是把刚刚那个记录的功能呢，加在这上面做相关的应用之后，它就变成多功能的那个方法。就是我只要按一个特定，那它就有简体、繁体的功用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像是这种两种不同的格式，我们可以在同一种网页上所展现出来。好，这是这两种的比较方法。比较呢，当然是后面这个优点比较多，可能我也确定虽然没有自己的功能，但是比较的猛烈。目前都是自己做的，所以是绝版，我们上是没有的。好，对，这个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记忆性的，因为最靠这是零一页，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小的，那我们到第二页的时候它也变小的，这个记忆性的功用。那然后把它换成大的，然后变到第二页的时候它也变成大的，这很明显，这大家也看得出来，这就是所谓的记忆性功能。那像这个呢，在第一页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大的。到第二页的时候，它会变成原来的。然后如果讲繁体跟简体转换的话，变回去它也不会变。那这个所谓的有无初始大小的这个设定，比如说，假如说这个东西是国字的这个国，那它的大小是跟原来的不一样，也就是说它在语法上是个别设定出来的。那这个唯一缺点就是说，这个只要被个别设定后，它就没有反应，它就会一直存在你原始的。它这个有好的功能是说，这个功能是这个语法的单一设定上，不同的设定它会统一格式化处理，就是像我这样把它缩小放大，它也会跟着一起缩小，所以这个会很明显看得出来，这个是放大之后，这个是不会变的，那这个是放大后一定跟着这个处理，就刚刚所看到的这样，因为它这两个是一样的嘛，那我这里在做处理的时候，它会直接变，那所以这个相对是优点要比这个好。哎，这个就只能单一的事情。那所谓的表格内自己有同步调整，也就是说，这括号内是包含，因为网页上最简单就是包含在内的语法会同步处理。那这个就是缺点了，缺点就在于说，这个在按的时候，旁边的字跟着缩小，可是里面的字不能够缩小。那这个就是刚刚一样，这个在我们在变大变小的时候。它在表格内的东西又一起变小，所以相对来讲，这个的优点会比较多。那这个都是没有网络的，所以这都是完全自己做出来的。好，那就像看第三代，就是结合了第二代的优点，加上第一代机械工，然后我自己做出来第三代。那语法超多的，因为说它要记录说很多种不同的功用。然后这个一样。一样的语法太多，语法总共三十几页，所以很多人会一次列出来。好强哦！这就是范例，这个是我自己改编出来的，结合第二种语法所做出来的范例，就是说，当然我也多一些贴心功能，不会让它一直卡这里，会让它觉得很烦，那就可以把它跑到别的地方去。那这功能就很简单了，我们把它放大，跟这个变成简体之后呢？刚刚有做的功能，大家要看到我按这个重新整理，它之前在这个地方它变回去，可是它这一次呢，它完全变回来，这就是记忆性的功能。那当然，这语法呢，如果各位看的话，就是非常的冗长，这个就没办法一遍跟你讲，因为这个跟刚刚有教到什么记录的功能，没有，所以这是真的是有按照刚刚的方法来做的。嗯都可以直接做出来。
然后那个什么，那这个就是第三代做完，那就相对来讲，刚刚讲过第二代是这个嘛，这个是从论坛上的抓来的资料，那这个是我结合第一代跟第二代自己所研发出来的语法，那当然它就会结合第一代的优点跟第二代优点做出来，那它的比较呢是很简单的，也有一种列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。这是刚刚的，好、哦，刚刚这个，因为它有记忆性嘛，所以很明显，我们在这里调整上下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前几代跟反几代讲，大中小的时候呢，这边是以这种方式，因为它这样就不会占太多版面空间，那我们再把它改成简体，或者是说把它变成最小化跟最大化的时候，我们再重新整理，这样很明显，一瞬间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缺点就是这样。它这个会还原，这个不会还原。所以看得出来说，这个是没有记忆性的，但这个是有记忆性的，就表示这个语法是写成功的，然后说这个语法是可以正式的去发布使用的，它这个功能就可以在各大地方所使用。那有钱了。语法是没有版权的，是任何都可以使用，因为这种是通用的文字。当然，你如果想要去把它申请也是可以，可是也没有人会去告，因为只要写出中间然后偷偷改一个东西的话，你没有人说有办法再说那是你第一个时候写出来的。那结论就是这样，结论就是网页是未来的趋势，然后能够善用网页语法调整功能，让各个使用者使用到最想要看的部分，也就是像大陆人他来看的话，他可能要改成简体字，那台湾人去看大陆网页也可以把它改成繁体字。那有了这个技术的功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做一个网页，那做这调整的功能，那每个人都可以按一下就全都看得到。那直接做成这个网页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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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